Jason， 你好呀！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学形状怎么样？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诺尼娜嘛 ，Jason， 我们到公园中心吧。通过将公园中找到的形状和物品匹配来找怪兽吧。米诺嘛。你找到的第一个形状是什么？是三角形。现在去找找上面有三角形的物品吧。玛尼努娜。加油，伊森！你找到了三角形怪兽。呦呦呼！下一个形状是什么呢？是圆形。现在去找一个上面有圆形的物品吧。老妈妈。太有意思了，我们再来玩一次吧。哟哟呼！这次是正方形，现在去找一个上面有正方形的物品吧。妈妈，爸爸。下一个形状是什么呢？是八边形。现在找一个有八边形图案的物品吧。妈呢妈。真好玩。最后一个形状是什么呢？是长方形。现在去找一个上面有长方形图案的物品吧。米诺嘛。伊森，你太厉害了，今天学会了好多形状呢，一起来总结一下好吗？米诺曼，三角形、圆形、正方形、八边形、长方形，今天真是有趣啊，我们下次再见咯。Yahoo!